真是太好了，这驾驶证终于拿到手了。小天、小玉，你干这是什么？驾驶证。妈，你这拿到驾驶证了？对呀、啊，妈，你真厉害。是啊，妈，你看这小玉考驾驶证啊，考了2年都没拿到呢，这刚开始考就拿到了。小天，别看我年龄大了，可是我脑子好使呀，关关过。这小玉学咋办？背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妈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你年龄哪大了？你呀、啊，年轻着呢。看看，还是我这女婿会说话。小天，小玉，我这驾驶证拿到手了，你看是不是少点东西呀、啊？少什么呀，妈？少东西。啊，妈，你是不是嫌这个驾驶证的外皮不好看呀？回头啊，给你买个好看的。哎呀，买什么外皮啊？这什么外皮都一样。再想想。这什么呀，妈？你们两个是不是装傻呀？这驾驶证拿过来了，还能缺什么呀？哦，对了，小天，妈拿到驾驶证了，我们应该搓一顿。啊，对对对。妈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晚上我们摆一桌吃个饭。是啊，妈，先让小天订好房间，我们一起去。吃什么吃呀？你们非让我跟你说明白是吧？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你就直接说嘛。你看你们两个这个脑子。那行，我今天就直说吧。这驾驶证拿到手了，这不缺辆车吗？哎，妈，就这事啊？你早说呀。就是呀，买个车还拐弯抹角的，不就是买个车吗？明天给你买送过去。真的，小田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妈，我说的，这买辆车还能不舍得给你买呀？哎呀，还是我这女婿孝顺。行了行了，我呀先回去。行，妈，你慢点。知道了。哎，小月，你说的咱妈啊，买辆车呀还拐弯抹角的。是啊，你看说的好像跟我们多小气一样，不就买辆车吗？行了。哎呀，晚上这样吧，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去。行。这我闺女和小天。
小月。啊，振祖啊，你干什么呀？这电动车也是吃啊，别走，你等等我。啊。